这必须要三分，超远三分，超远三分，没有没有。西热阿布杜沃外线三分球投进了，投进了，追平了，神奇的三分，阿布杜沙拉布关键时刻又立功了，直接甩到前场，拿球空中接力打进了，天哪，哇，绝杀，准绝杀和绝杀，我的天哪，这球太意外了，太意外了，绝杀与反绝杀，沈子杰，哇，这球。白克斯持球突，再给到篮下，还是沈子杰、啊，这球突分的漂亮啊！这球白克斯显示出传球的这种意识来了。本场比赛白克斯的第六次助攻，现在新疆队已经是七分分差落后了。阿布杜沙拉木篮下进攻还没有，又被卢一文防下来。哎，丢了，其实直接超远三分，哇、哦，精彩啊！大鸟外线，耗时间，耗时间，等着你上来犯规的意识，等着你上来犯规。但对你也很不利，对，所以吹了也就吹了。五分球，五分球一样的啊，两个回合，两个回合。希尔抢超远三分了，没了，这球没有。费尔德抢一前场篮板，打进。哎，有效，裁判还在追加了一次加罚，加罚。沈子杰，两边的中锋都。不知道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来三分扳平了，看看啊，谁来外线，周琦，周琦，这必须要三分，超远三分，超远三分，没有没有，西热阿布杜外线三分球投进了，投进了，追平了，神奇的三分，阿布杜沙拉木关键时刻又立功了，直接甩到前场，拿球空中接力打进了，天哪，哇，绝杀，准绝杀和绝杀，我的天哪，这球太意外了，太意外了，绝杀与反绝杀，沈子杰，哇，这球我们先看一下时间上应该是没问题的，时间上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哇，这球最后那两回合啊，真的是让今天晚上所有看球的球迷都感到了过瘾两个字啊，我的天哪，我们再看一眼啊，这球扑上了看台了，裁判肯定还是要回看一下这球到底是有没有效的啊，这球新疆队怎么会在后面就没有留人呢，顾全这球发的是真棒啊，啊，这球是没有问题的、啊、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没有任何1.7秒钟让深圳绝杀新疆队啊，这个球退防的时候居然没有发现已经到篮下的沈子杰、啊、是顾全这球是发的太棒了，这球说实话60%-70%的功劳记在顾全身上，我觉得这一球应该可能可以入选1920赛季官方的这个十佳球之一了，对，而且有可能成为本赛季最佳绝杀呀，嗯，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沈子杰拿拿球空中接力打进了，天哪，哇，绝杀，准绝杀和绝杀，现在将进行本场比赛主队深圳队赛后新闻发布会，首先请深圳队主教练王建军指导点评本场比赛。很高兴啊，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啊，这个感谢我们队员啊，全场的努力拼搏这种精神啊，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啊，确实大家顶住了压力啊，最后取得比赛胜利啊，尤其今天我讲还是在防守端啊，那么每一个人啊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，而且确实防了对方很防得很坚决啊，防得很坚决啊，把对方顶得控制在110-102啊，也确实是大家这个应该得到辛苦啊，辛苦付出，所以应该得到最后比赛的胜利啊。至于说问题啊，回头我们再说最后一分钟的这个问题啊，包括失误球啊，包括最后篮板球的漏人啊，还是
的朋友，我们带他们再去重建。啊，也希望我们队在后边的比赛中越打越好。谢谢大家。感谢王指导的点评。接下来有请深圳队十二号队员顾全。首先，今天还是非常开心能赢这场球吧。然后今天全队，在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端，然后我们今天这场球打的跟前面八场球打的都不一样。我们在防守端，我们解决了很多个人防守的问题，包括我们在进攻端打的更流畅。我们这个相比于前八场球，我们的个人单打不够，相对少了很多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能赢球的最主要的原因吧。然后比赛中也出现很多问题，我们也会这场比赛打完我们会去总结，然后尤其是最后一分钟我们领先这么多的情况下，然后被对方连扳两个三分球，连续的几个失误，然后没有影响篮板球，也是非常的危险吧。需要我们，因为我们最后一场，我最后几分钟在场上打的基本上是年轻球员，除了我和那个戴克斯，剩下三个都是很年轻的球员。这种比赛对我们队来说，对我们队年轻球员来说，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一个宝贵的经验。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这种势头，然后找到我们赢球的感觉，重新回到正轨上吧。谢谢顾全。现在进入媒体提问环节，有请各位媒体记者。你好，王指导，这场比赛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？从此以后。会鼓舞前辈士气，会越怎么样？在提升队伍士气上方面，我觉得非常重要啊。但是说就是一个转折或怎么样，我们队伍现在讲还是在往上走的趋势啊。但是我讲还是希望我们打好每一场，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，对待每一个球啊。转折点因为联赛刚开始啊，路还很长啊，希望我们队能坚持这种东西走下去，我想一定会取得成功。穆罕默德什么时候回来？现在您身体怎么样？现在他的情况还不是说特别乐观，还要再看一下。听说我们以前的第二位，还有第三位。他只是备选。我想问一下顾全，在最后那个1.7秒的那个传球，包括最后的准绝杀，你当时是怎么想？当时阿布投进了之后，我赶紧看时间嘛，看时间还剩1点多，然后我们队有几个球员，他们都在后场站的时候喊了，因为还有1点多秒，我给他们没用，我喊他们快点往前跑，往前跑。然后我就看到申正杰跑到那个门下，然后苏奇就在站在这个三分线那个地方，他没有看到申正杰，然后就把球现在就传过去啊。好，谢谢。力量很大，平常有练吗？后场因为以前经常练这种传球，有练，练了3-4年吧，基本上每年都会练这种。都是派上用场。对，刚好派上用场。练了4年。厉害厉害。还有媒体老师要提问的吗？好，那么本场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。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